来拍这位小姐的专题。专题。这位小姐就是橘子、萧默、学姐、小四同居人。称号很长。哇，我迷一个迷很好啊。我其实是为了不要迟到，然后我其实晚很多，然后我就迟到了。对，第一感到有点生气。你看，我还写了我的路线图。我有一点迷惑，现在是一个有手机的时代，竟然还有人用手写那一面。我看不懂 Google Map， 你知道吗？我不得不说，五年前在万华上班。然后我来忘了，我还是。想我的分享，分享，分享，分享。我觉得分享没有的概念是。他来，然后和他分享。会答应，对，无所期待。工作互换的概念，医生是帮拍帮拍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是洛色，黑洛色，黑洛色。黑洛色不冷，超好吃啊！你今天一直在强调，真的是没睡，没睡好。我们喝完咖啡了，我现在去下一个景点，下一个景点是什么？那个新富町，新富町，我们去新富町 ，Go！ 因为我们没有一起跳啊，我们应该再来一次。我们去新富町喽 ，Go！ 新富町呢，就是推不推不推，大家可以不用来，好怒哦。我们现在要去龙山寺的老梗景点，但是因为我们两个超喜欢拜庙的，对，没错。这个就是刚刚逼路人，我不会给他拍的人。就是要拍像这样的照片啊！多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，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。今天很多日本高中生来，青春无限。刚刚他发生一个很糗的事情，就是我刚刚在专注于拍照的时候，现场就是有人在念佛经，然后我就一直后退拍拍拍拍，然后听到一个跟周星宇明声音超像的男生，我转过去说：“你在前面念什么？”问题是那个人不是我，那个人不是他。然后重点是最好笑了，他看着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真的会渴哎，你要喝吗？不要，我不喝水的啊，我只喝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的。比如说鲜奶茶，如果放鲜奶要生气。对，我们叫亿万里，台湾的唐吉诃德。这边亿万里什么都有在卖，连帐篷都有在卖。辣妹合唱团啊！我刚刚说那一首歌老我错，这首歌就更老。这是一个什么都有在卖的地方。我要看他什么时候会生气。给我放一下，哎呀，我没。对，就是剥皮了。照惯例，还是很多外国人在这里。有种瞬间来到迪士尼的感觉。这月来太多次，然后反而不知道该讲怎么讲这个地方，他就一直跟着镜头说，很多日本人。旁边的市场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来新富町的话，来市场就好了。新富町那边可以不用去，可以买菜、买猪肉、买鱼，还有逛一下市场。因为我觉得新富町的市场有日本市场的感觉，逛了一天连晚餐都有吃，真的。这就是酸辣螺蛳粉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很大碗，里面有头刀哦。专栏作家的工作就是一直拍照，拍完才能吃，感觉超累。镜头先吃。我们今天的万华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机会发现。再见，拜拜。